我的肌肤烦恼就是我本身油脂分泌很多，然后我的暗疮也是很多。我会知道这里 OC Pretty 是因为我被我家人介绍来这里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这个暗疮问题还有油脂分泌过多的问题。我有去过其他美容院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效果跟服务比起这里没有这么好。就这里 OC Pretty 的疗程，就是他们会根据你的问题来制定一个方案，然后再帮你做 facial。 我觉得在这里做的服务的效果我满意，可以解决到我的问题，就是我的皮肤油脂减少了，然后暗疮复发也减少了。如果用一句话形容 OC Pretty 的话，我只能说是这里的服务很好，做出来的 treatment 效果也让我很满意。